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敏，欢迎收看《福气来》。讲到屏东万万，大家一定想到是万万的主角。其实屏东的万万唯有在五家的沙区，伊是全台湾第一的哦，文化资产保护法指定的客家区了。简单的讲，因为五家沙区卖保留客家南埔最传统的建筑还是什么方式？今日我哋邀请到来宾，如是五家苏福工程站的站长。伊要同人讲，要面对一个国家指定的客家区了，是只，我用来保存，还有我们面对某个问题，我们分享下的呢，站长来到我们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桥水师傅工作站站长刘进坤。站长，请问一下吼，我们台湾国台湾五桥水，五桥水，某个种五桥水呢？伊真的是有五条桥的水，是很好了吼，还是讲有迄个名的呢？哦，一般人他讲提的想法，谈到五条水，如果闽南讲拍用五条水桥的，其实无也无五条水桥，无五条，该多条呢？其实伊那两条水，那两条，噶做嘛用五条水？因为我本身是泥埔人嘛，哈，本来屏东的泥埔人，我记得有头桥水、二桥水、三桥水、四桥水、五桥水，噶伊个意思讲三条河坝的冲出安多桥水，还是讲？有某个特别的遗憾咯。哦，伊主要如台湾主持人讲，如讲伊有头桥、二桥、三桥、四桥，伊如主要伊在开凿的损失。开凿的损失哦，好。啊，开了多五桥水，再过去都其他路平埔做路万金庄，不是伊都无再继续下去的。啊，虽然也都投降的，伊个虽然投。多这些，好，嗰时喺开凿嘅损失，你同我咁讲，我哋先对头桥水嘅人都最先开凿嘅人，慢慢嚟到二桥水、三桥水，嗰时五桥水系算是最唔系开凿嘅地方。错，加你吧，做乜度桥水咯？其实我哋喺嗰度地方开凿时唔会用桥水，像我哋女仆都讲，伊本身都喺女嗰地方一啲山丘啦，吓嗰种女仆嘅，咁你做乜唔问到讲头仆嘅啦、女仆嘅啦、三仆嘅？因为以前呢，伊个田顿水啊，田顿水行过来，水系路长排诶，长上了路看，哎呀一块梯哦，可以夹过，然后啊路遐可以看，不是路走过安尼上，上，要叫你叫哦吼，因为伊个高边海嘛，伊田顿高边海上了，高边海错，高边海伊路有一块啊，嗰条分支，啊伊路田顿安尼上了，可是。我要踢一条桥的哦，提踢一条桥的，踢三条桥的啊，都按阴爽爽爽。噶，按你意思，还没讲，其实万万五桥水无论头也地方，一般上面咧水质，无论讲水源够丰富，系咪？嗯，伊啊个水质都清等着，因为伊啊是两块台，因为伊啊个提一个太湖山带好，啊太湖山本身伊都清高的山，尤其啊南登台湾踢算。应该提三个，提三个诶，算个，嗰只伊个冻嘅水吼，水也着对海洋采过嚟，佮冻嘅云吼，佮冻落来落雨，嗰只伊个水质呢，也佮好，也水量也佮大。你讲，你嘅意思讲，伊喺地下水佮多系咪？嗯，因为伊都不冻到着雨，然后会落下落雨，然后佮地下水会缩嘅佮多地下水嚟底下系咪？错。嗰种我记得，其实你阿爸爸同我讲讲，这边有涌泉，如果讲。吃来水，吃来水，嘿，今天嘛有冇？蛮有啊，今天蛮有哦，蛮贵多，蛮贵多哦，伊个即个我不放了，哎，我不水，伊伊有咧几条，几多应该里面有两条，主要两条的水桥的，啊，伊个有几多地方梯名路，原来几好像安尼个有冲流水，冲流水，哦，伊迄个梯名，嘿，梯名，啊，有某个潜水窟。潜水佛，潭风的水的几多几多水的佛吼，哎，的佛的，还有南桥，南桥，啊，南桥给全部，南的地方，全部都，全部都有水，潜水的地方，哎，不是伊个路，像伊的，甚至给庙堂用，他们阴潜，阴潜，还阴潜禅师，阴泉禅师，阴泉禅师，哦，啊，那个底耶，比方像光潜堂。哦，广泉堂，是是是，伊都表示讲，伊个地方如几多安尼，同水有关系名。哦，啊，那你一讲啊，都想到印泉禅寺呢，因为其实我想讲啊，也可能如果一啲佛教诶，一啲一佛寺嘛哈，然后可能如果你佮有禅意诶搿种名法，可是那你讲的时候，冇错，伊迄其实迄最多搿种潜水，
好，因都跟种潜水伊个禅师，然后然后迄同当体的安命嘛有关系。哎，对，伊个体是体物拢有关系。啊，你头都有讲了印泉禅师来提供，其实今个五经水有几多的，几有名嘅种，啊，能讲叫祠堂啦，吼，无论伊种有那么经典，下面可以从我的刘长老同你介绍一下。有，比如我的今天我的观众朋友去五经水啊，刚刚能可以先来聊啊。哦，而家五條水係幾多年幾時份來釣嘅一啲地方，因為本身有幾多保存下來嘅下位又都老建築，好，佢又有安老嘅潛水又都自然環境，所以而家講幾多年會來啊釣嘛。那剛才人一般會介紹以後，譬如講我是最泰魯南的劉子彤。刘子堂，哦，真的玻璃会过奖，过奖过到啊呀，杨政府也得中央也拨钱来去特殊展示，啊个像也得像观海山房啊，观海山房，啊伊啊偏路有几多传统的这样的书房哦，如人家私塾啊，安尼特殊的地方，个拢改成神器。像观海山房系刘子堂那个一直书房。系做起路一得算好高，十年好高。十年了哈，私塾。私塾十年了好高。啊，伊个下路几多？因为伊人主要是伊都卡，伊人有一门上工神。啊，工神。啊，工神啊，如果爸爸路存量个来，向阿伊考嘛。啊，爸爸如果年纪过太路先退休，所以过来一路攀一个学堂。啊，这个地方的生意可以投诉，因为他跟讲人都看我投诉，刚才没讲回馈哈，要地方来做一个，啊，或者如第二如强的老师来教，啊，如其他如，或者银行流水系如投诉年过多。系啊，那行业都最注重投诉啦，哈，清建，依托，好，有天晴的时间都属于港天，好，无太阳时间哈，如休息的时间，如来投诉。可是投诉黑其实个下岗状地方，黑一个个创业位的事情。那除了我能讲的刘波祠堂以外，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看啊？万有啊，几多像也着半夜池啦，吼，个难得一个也着太太些些也着佛房，其实每个佛房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特色。拢改神器。哎，像当初我哋一开始讲了讲啊，像我哋五九三期，像我哋台湾体的吼，我哋文化资产保护法，只听那个客家祠堂。当初为什么也要客家祠堂？伊的最初也要人也去买啊？系因为也要建筑物保留的最多，还是讲一点人神化呢？还是改单纯？好，无本嘅外面呢，嘅环境影响太多，都系影响伊的人。其实也两个原因拢有，因为当初伊个保存也改完整，啊又改习俗，因为台本人家全部如改山啊改岩，啊人人佛房也着拢改习俗，或者一下如保存啊改好，啊过来如果他讲伊神法还是穷养的神法，对以前无某个改太差别好，或者伊个下如变来如也个原因，如只听人人。五桥水做一个传统资料的保存器。嘿，古时候其实去五桥水的时候，你发现讲，其实唔单止像我哋今日从去的某个路界呀，可能你中间几条路路界，啊，代表全部都是你建筑物的。可是我哋行去五桥水、四桥水啦，吼，五桥水，你明明讲，哎，时间嗰种轨道差不多三四十年前，好，嗰种还是嗰种矮屋嘅，吼，然后代表有啲面拍板店嘅，有人拿板去买面拍板。然后隔壁路的两三百年的刘公祠堂，感觉到嘿，全部都保留到以前差不多四五十年前的样诶。可是嘿，没以为也全也嘿整区保留下来。可是然后只听讲，也还伊的文化资产保护法，只听了伊的客家祠咯，嘿没有安尼原因的关系啊。啊，因为伊人家如讲一个中度的地步，啊，每一年的佛房咧，伊人都保存了清好，因为。他讲你咪讲祖先留下来安老的物个哈，我伫保存伊个。个最主要地方呢，有一个一个祭祀工业的保护，或者一个祭祀工业呢，免那个唔可以轻彩买卖，因为随便买卖一笔生意，如果正面的可能挣七八十两哦，变来挺困难。嘿，个只也系一个原因，个保存安好个原因。个最主要难的客家人都会重视祖先。
吼，或者伊你咪讲祖先会跳黑，或者一个东西，他可能虽然出现都不会黑的，但是还是会当我过来吸。去冲他啊，祭拜祖先啊，有不会发，他可能会讨论啊，他可能有钱拿出来，他可能天数账户安尼，可是因为保存啊，或也是移民也跟原因安尼。噶其实你看，阿来当阿人咧，唔就是安好了，他是还是会遇到问题，我们留长讲，阿得安好了，地方阿得有冇个伴手礼可以买冇？阿得有冇个阿来菜地的农产品冇？有啊，阿得更加好，就会希望也个。你就算呢，人人去做一个传统的事，咪讲枪来也开，也是来也行。但是人人希望人也有一点纪念品，是一点某个。你一天安买啊？所以去带过去。那我讲讲来也某个路某路该弄下来。所以人人一片更加如果讲哦，有人人如果发现讲，其实啊，地方过多年中，比如有啲在太好教书的教书阿姨。退休的一路提起个种一个香蕉，有机的香蕉，有机的香蕉，还有机的香蕉啊。其实早期呢，咱的五角树全部种的是师傅，啊师傅的品质怪好，或者以前呢量怪大，啊都卖一台币。啊，可是俺又发现过，人同俺的样的品质好，可是俺的又师傅啊，师傅还得俺的又做一条农产品，比如讲像甜酒酿。甜酒酿，因为恁家师傅看到牙了哈。像啊甜酒那样，伊本身系一点农产品，哎，嗰种一点的密码系嗰种，友善农法，无咯嗰种有机的米粥咪？错，系一天都用啊，伊边啊都啊，定希望推广一个做环境保护，哦，对啊，环境状况好啊，相信喺度睇下你也会改好啊。哦，嗰种其实唔就是啊，有安好嘅风土人情，有安好历史哈，其实嘛，改好啲东西可以买。其实好，我哋等下马上过来。但系我同讲，其实五条水我要安好风土人情，其实我要好好去保护。我因为保护咯，等下马上过来哦。欢迎过来，福气来。所以就这样讲，有广东阿人咧酒酿，好嘛哈？其实伊个有个阿人咧有机嘅种植。其实我哋提供你咧西农的实习，哈，一西农嘅实习很容易开始咯。提供西农的实习，一般来讲，我哋嗰度腌丝路有得做，哈。最讲你讲，希望讲我哋农产品可以推广，我哋比如我哋农产品有嗰度可以卖喺平台。当初你那我想做西农的实习咯，因为当初嘅时间，哈，如果我哋一直在推动一个沙溪嘅环境文化保存，但是。一次以来呢，都我哋过单纯咧屯全民宣传也咧重要性，但是全民问某个人计划讲，噶我哋睇下保存咧之后呢，我哋可以讲过厝嘅话，如果我可以搬到一份某个翻可以食，可以存到某个东西啦，系。啊，嗰阵我哋两位重新要思考一个问题哈，啊，如果嗰阵我哋在讲。噶，人人喺推动环境的时间，有乜嘅可以方法可以送养嘅一种方式？嗰阵老辈，人哋也参考老辈，睇下人做法，啊，也发现讲，其实按呢方式也唔会差，啊，必定有一啲一些哦，有些树叶啊，人哋呢又可以睇到人哋保护环境的一啲方式。其实如果真人哋如果加入来判，嗰阵人哋要先做。要提起的身上的某个东西，可以来买做调查。结果发现东西挺多，啊也够丰富。啊又够有提升。东西，比如讲有讲姜汁哇，还有酒酿，还有乜呀？比如讲有姜菜啊，有姜菜，还有像我哋行业最好是一条姜菜啦，还是讲一条福菜啦，一条啊一条然后要做清好高一点，拢有田多杯，有市场可以。买到，但是那件事点点的做难得唔低，或者都讲，假如喺美国也可以推有强一点来，他跟你吸东西了，发现这个效果唔会差，啊，他跟你可以欢喜啊那东西，或者我哋如持续其他如还不会持续一个推动一个那事。本来如果可能明年你都考虑做。多多少少哈，啊，如果提即个提市场个卖，无嘛个可能有啊，数十年当地啦哈。但是你的路变成一个小农个司机派你发通，好，把他个你先发通来，
好，啊，然后有一发通知我一上街了，我咩人来买，然后面上去出去嘅，嗰时候对。五条水提防的人，除了我们，因为我们的味道要保护一下环境，其实有很多事情不可以做，譬如我们不可以去行动，好，你可能不可以做一些我们会破坏环境的事情。可是我们创造一下你的平台，本大家人可以提供，第一，你去那里买那些东西，买可以帮我们农民提供，第二，你可以去那里买那些东西，好，变成一个双赢的一个合作的空间。我想问讲，佮像安尼新农实习安尼平台，也后背很蛮容易推动咯。迄个伊个组织还是伊个协会，还是伊个公司咯？好，如主要向安尼，你就属于舒服工作站啊来推动一个事情啊。舒服工作站呢，一般深入伊个社区养出伊个平台，入伊个空间。啊，我哋用叫一个用叫土砖屋发展协会呢，都系一个执行的一个沙头。不是也被沙起的协会前来承办也被用叫舒服工作站，好也可是舒服工作站系一个平台，哦也系沙起扬州一个平台，不是伊唔单止系做潘发通，好伊唔单止嘛系做我哋做小农事业，伊嘛要做更多嘅其实还有其他个某种嘅工作。系咪啊？咁还有，就像安尼，嗯，叫舒服工作站，伊最主要嘅工作嘅内容系乜嘢？哦，伊最主要如果讲，伊如果推动一个嗯叫社区养出各项目，最主要如果讲，那得要保存一个环境，嗰只伊很多舒服嗯叫水，哦，啊伊如主要也就，不管人文啊。一个一个环境啊，吼，一条生活啦，全部如何去尽量去舒服一点，都做讲，最终要比人可以完成下，因为那在去变成一个记录的时间，那在无希望讲一个记录呢，变成一个空散，变成讲从几多地方，比如讲从几多呢路街啦，最后一模一停下黑，最后变成一个商业区面，阿不太好时间。人生也都空空的，啊，都一些空壳的，啊，你都没有，都等于讲，你都无灵魂用的吼，啊，都一些空壳的。或者我希望讲，人还是提下，都一种生活博物馆的一种观念。嘿，嗰种要想嘛，真是过前进啦吼，因为咱在长隆看到讲，保护吼，环境保护下来都变成弄全部的。嗯。第八年来生活那年，可能无办法堵唔掉，都办这位。但是你有想到讲，啊，的爱表达人其实把它留下来，因为也起到某些都变成建筑物诶，哈，最末都变成某个背包客客栈啊，叫做安尼人。但是安尼起到后来最末嘛变成有点空洒。但是你有注意到也变成人文，哈，一等于黑的体呀，你要要保存下去，但是伊得安样成分，你的全部都有考虑到诶，哈。噶这样的安尼，你就是个舒服工作站。伊厝诶，保护人文以外，伊话要做物个工作，可以讲到虾米讲，要做环境保护诶工作，系咪？嗯，伊虾米样诶一种钱，一种工作诶内容。如果伊边内底五桥水呢，是在青岛诶地方啦，吼啊，或者伊个一个潜水啦，吼生态啦，拢情况，伊边无完诶环境都没有，内底按老诶建筑咧产生，因为我讲咧，伊边有一条水。有奶，有牛奶，啊，又有草的，都变成有做金桥水主编几多个转小转油厂，而且五桥水就是以前有小转油厂，还有两三间，三间啦，以前我哋调查有三间，嗰只算数量几多？几多哦，系啊。啊，如果嗰只也着材料有几全嘛吼，啊，如果出只起步嗰只也几便宜，所以我哋五桥水务嘅做嘛位需要安多安捞都有一个原因。材料便宜，材料便宜。本身装地无都要专门烧瓦啦、烧砖的个工厂。七家神山。系啊系啊。嗰只一条有一条按照职业，嗰只伊可以做啊改好。啊，嗰类呢，如果伊等一个古业一个环境啊，他跟你同埋前面讲，如果伊来对祖先的一种感念吼，一条，所以我哋睇做一条石头的时间，其实。包括海拔一等后生的，怎样的村，这个我不是其实不是出去那边，不是出去寻工作，哎，工作，种地我都可以有工作做，有谁都做，啊，我们人家养错方向的，发通的全部，比如讲
像个嘞，屯生意嘞，盼那个生活日，啊，生活日，省饭宴，啊，以前省饭宴是嘛个？如果那个以前省饭的方式，比如像个嘞用台那个以前的租车用的没有瓦斯炉，台州，台州，台州，哎，生意嘞不晓得。甚至更加高哦，你看你往个都粗结都怕唔掂。甚至枪兵啊，连过玩过后上诶，就全部都唔掂。伊连天点用都无用过。伊连梯个看到都瓦斯炉。瓦斯炉，嗰个伊唔其他东西。嗰个啊，生意高也高个起码，阿伊连也好多一条东西。啊，伊面个连食饭环境里边都有一条东西。嗰个伊我可以学习。啊，第二讲一个文化传承，都可以接落去。啊，伊连也晓用。哎呀，嘿，你现在要用药的，还是讲你要介绍药的，伊拢可以讲啊，可以清楚。或者，过完以后讲，一条生意呢，因为伊对环境无个了解，啊，因为人家尊敬的伙伴，他跟伊讲，莫去告诉啊，管我讲。但是人家万岁时，给全部的伙伴了，哦，啊，最主要是因为人家管到伙伴的。我平全部签过，哦，过枪，哎，过枪，过枪，哦，过下去包唔上咯，哎，要强帮下去咧，唔敢本身嘢踢拳，吼，或者我哋人家做环境咧，保护如果处理一个环境，我保存起来，因为如果一条建筑嘅形式，一个审判嘅形式，还是要保存起来。如果一边可以本身嘢，佢容易下水，还可以上来，或者一条拢必须要考虑到一条，或者我哋会对一个。政府就是一定来做，也着好把工厂啦，着个人当然会提出人的想法，因为也个毕竟，你既然爱政府想要去保存一个传统的记录，应该要用传统的那种方式来养出，保留下来。没讲用他跟你习惯惯用的，习惯那个种做法做，其实应该要用传统的跳脱一个传统的。如按你想法，你做按你一个古迹的保存方式。系，伊边种人嚟讲啊，真系佢有感触讲。伊边按你以前嚟讲，按你后爸又好，又是秦腔啊，嗰时全部用水泥夹封了，然后过一枪，都拖到刘站长讲，其实按你生意人冇办法下意，因为下意包唔上咯。以前按你那间后爸地方，可能有个浅的地方哈，个你有啲小山坡的地方，生意米的生意都低。啊，堆那下去，哈，高高碎碎，然后如高碎黑的黑，啊，堆那上来，好，唔好讲人家都全部如一堆个掺水泥的东西。后来人家一个阿那东西吼，嘛个下工又无办法成发啦，哈，佮你无办法给产卵，哈，嗰时候又改嘛生态工法。后来有把都看到，哎，佮生态工法都以前个人的后爸佮种形式啊，嗰时候，头先刘站长如果佮讲，我哋几国家加到一天五九水。啊，做几多工厂的时间，唔等本身的沙基，我本记得我施工单位伊的经验都超过。对的，譬如讲，阿人能用来工法，过是黑阿人的环境。咁头先讲我嘅神法业吼，除了阿人传承阿的以前古早嘅神法同佛事以外，还有阿人环境保护嘅嗰种教育以外，还有搞乜嘅东西嘛？哦，嗰条路讲，伊比人家生意咧，全部都睇。洛卡啊，洛卡下课的路咧，洛卡做嘛呢？相信他讲不是讲来讲，看天师啦，看平板啦，看手机啦，看手机高天。啊，阿你都从生意都帮出来，必须要加讲，虽然生活底部有几多东西，但你可以学习的，比手机如果我教，或者阿你有朋友在发通，比如你讲打水啦，打水是要得水神的啦，还是讲去填球的底部，比如讲从。米汗的啦，就高，你讲唔可以高科，其实高科系应该你那求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知识，所以可能要必等于用去个生，去填球底本用的，高一个科用的上一个比生活比一生活上可以 L 反数，哎 L 反数，哎贵重要啊，唔系生活能用 L 反数哟。啊！伊连其实连愈教啊，怪奇妙。可是伊连生意咧，包括啊几个生意票，伊连有千四份参加个身份，因为有个怪神事。可是伊可以囤，可能发动可以囤生意咧。像啊，去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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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个人数无很多，因为搞中啊无个了。但是他讲伊前年了解以后，前年个身份人都。参加你如增加几多啊？系如加佢就成日就贵嘅，因为客家人会讲，诶，佢似冇，同学，同学之间会去传，
哦，讲哦，怪奇妙哦，一个鸟啊，他以为个有心理参加，啊的。有一句话讲哦，没有人是局外人，某一个人是局外人，也意思就讲，其实我们在台湾发生的太太这些事情都同我们有关系，环境保护嘛系。休息一下，我等下马上过来。欢迎过来，福气来。有睇共同都讲起我哋呢，五教嘅神法嘅愿望啊，记得你哋有啲人都实体学教，而喺用喺啲学教咯，喺生意咧系听人嚟啊。哦，佢喺度算个太听人啦，一个都神人，因为伊嘅乡下啲，五教是比较舒服一个环境。那跟因为后来有啲政府有啲叫佢拜拜佛斋嘅，有啲安尼就会。会去通过人的尊教，啊，或者伊个尊教通过以后，伊通过当然自然神态反应本个一个河道整治过，一定改变心态。可是人家都神力有个实体好高的目的，咪如讲皮用也着自供，哦，必然有一个对实体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个一个环境要用去整理，要用去保护。哦，哎，中嘛个书诶，中嘛个，啊，就拢有一系列课程去教，或者推人皮用迄个阿黑的，对不对？天数一个，做一个环境的复原，因为生态被破坏的最少差不多一两十年的时间。嗯，啊，你迄中间，迄当然有人的，你的天数的话，可以尽量缩短伊个一个时间，所以恢复个唔会按慢按的。可是我们平常在做工厂的时候，给怪兽一叫下去，都没问。但是给地方，在沈阳过来，可能真的要二三十年。可是我们的实体学校，嘿，其实还遇到培养一群啊的那环境保护的职工，好，伊能提供我们的地方用的去建设，可以种用的水草，用种用的植物，哈，这个地方会有嘛个生物，像也就我们的职工，大部分来去采地里面，还是有外地的朋友啊。志工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采集，一部分是让人对五角水有感情、有想法啊、有希望以变更好的一个朋友。或者也两部分的人都结合起来，因为安尼也他可能会互相交流。哎、啊，村方面那些村民呢，就会感觉哦，原来那点东西安全过安好。唔上课嘅方法唔提供啊！其实我哋民民意去行嘅嗰条路啦，吼，嗰条尊教啦，其实。很安全的一个资源，因为其他人台湾大部分地方都做不回啦，吼，开尊教啦，全部开迄个。但是我们把有一点按保留以前留下来的嗰度天然的资源，其实是最宝贵的东西。咁啊，我想问一件事情，你讲刘太公，你这个本身都会鼓励工作咯？应该讲像我们人强人，应该大部分人都做伊太都是伊是这条路的。怎么我鼓励做一件事情？你以前还做下环境保护的工作而已。工作也给俺有诶，工作也给俺也以前的历史诶，有伤心的往事吗？也没应该，没伤心咯。应该讲黑历史。哦，黑历史。因为也给好，如果以前人的俺本身都没脱牙方面，俺本身脱粗衣。脱粗衣啊！你还过流行呢？但是呢，就变阿讲，因为都卡铁。本来天都不会做事啊，但是民众不会做事呢，如罗卡本身都还有一点事业啊，不是罗卡如果因讲爸爸如果讲刚我过来做梦啊，刚因们讲家也好，因为罗卡就贪念啥啊过来可以做一会照顾一点，系咪？当然是够好，不然我如果过来以后呢，如果发现我罗卡一片的环境情况，因为出现都不会看的几多地方都低啊！都低个，人上最窄，人人都卡住等着嘞。伊都不看，嗰段人都卡喺皮骨一点都冇安尼东西。不是，接下来我慢慢会讲，一时一时时时是伊每讲一下唔夹下，伊都讲一时一时，比如我计一夹一夹哦，今年学两夹，明年又学两夹，不是本来有四五百夹，而家冇几多夹嘞吼。所以如果有安尼感情，讲我哋晚生咧，拢摕尊教的教训。啊，尊教的伙伴一切，清晨那一条路如下，已经开始那一路下咪吼，关门下。所以，如果开始如果有安尼想法，
啊，慢慢就开始推动啊。可是你都感觉到环境的改变呢，吼，你以前熟悉的这种东西全部改变了，但是改变不是讲改改好，好，有的东西都变成讲，反正以前好的东西比改变的更唔好啊。可是你都想到讲，我来过来保存啊那些东西。可是问题是，你以前还读书，初一啊，初一还应该就钱嘛。可是目前人家做沙琪扬州啊，其实沙琪扬州最重要的路是啊，团员大伙关系，还能讲。反正讲，同这种当地民众的一种关系，啊，你本身个性可以做，你咪都可以做得下，因为其实在扬州有时间吼，好快吼，最真正唔系几百户，系同地的居民有支持，嗰一部分你这个当初有困有多多困难？哦，有啊，困难全台，你得有重要，因为做生意扬州地方的重要，因为以前你讲像你讲，你都唔信讲，哎，万岁国内上，哎，你未来个冇可能的事情。但是，事情话咧，多多都会去想办法去做。啊，我咧接下路嘿有，一开始咧都一唔晓得沟通，也唔晓得伊们讲，一定的想法。我咧接下一开始咧，像我用，一般传统的老师对线上用来教的，但是伊当然唔会谈的啊，教唔会教唔谈啊。后来就慢慢慢去讲，刚开始没讲有某个方式的，去做啊。但是当然本身的人好，注意没讲无帮助，因为注意过好多过多，然后的行为观察啦，或者安尼，当然会去慢慢去学习吧。哎呀，可以去了解，可是过多事情都因学习因学习都无的，并开始因做路因顺安尼。因为我们来做过一下风木以前，我就有做过几多资料和观察嘛。我的第一个鱼的飘飘河发通，可是啊飘飘河发通，其实用那种情况来给我们资料，感觉有各种两极化的一种评价。你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很有吗？哦，讲到一个事情哈，又开始，其实飘飘河啊，好，一开始当然都那等于。工作站比较省力的时候，那等于你会推动一个飘飘河人，如果给他如果做生态教育嘛，吼，要生态教育如果有一点困难，如果以那能做一点比方比喻好了，以要生态教育如清仓一波抛翻，你很像是抛翻，弄啊莫米西啊。那两样是神奇的东西，噶，你比如等于讲泡饭汤，当汤，里面的一个调油啦，调油啦，是调食补啦，是一些肉燥啦，啊，其实我哋农民讲，刚刚冇都来搞一个飘飘鱼，一个水，我哋万岁都安尼搞嘛，吼，万岁都推动一个飘飘河安尼搞。哎，安尼想法几好啊，噶应该冇几多人来啦。嗰當然嗰有先知啊，嗰啲路會長江啊，你飄飄河順沙路，你就有個反景嘛。但是你路啊，你啦，如果你來，而有時看到唔係幾圓翻，而係看到嘅，當行嘅路走開少，還是嘅條式不清楚，嗰一路長啊是當行嘅，而下坡而唔係實。還是講更加唔做嘅一個東西，可能攞波嘅離行山看到嘅，但是一模按你指引講。来做生态教育，以前为哪样个来号召，来吸引人呢？啊，别人想来教书，别人教书是都可惜，可惜某个呢都讲唔想来教书，但是无机会，你是一个反击，比如该可惜，哎，所以人人都希望讲，过以后个水呢，唔要该太，也唔要反击，唔要讲该发。啊，你迄个阵，你铁道站你来环境破坏的，啊，海波人都唔是搞水的，也无安尼环境的，安尼有都实现个等当初的意义的。故说你在当初飘飘河其实系希望透过也飘飘河也发通，其实啊传达的系一种环境保护，好，迄个体验到了人生个等呢，啊等呢五条水的河，吼，啊等呢啊等水源、水资源，听你讲啊等呢实体，唔要讲人来讲啊，等美满的水上乐园。可是，但是有的人如果你咪讲啊，落一边黑教飘飘和其他阿等唔爱，后头变成我唔能当初爱教育嘅嗰种目的都冇达到，系咪？咁你后来也飘飘去话要再攀下？阿等都看冇得攀，但是奶奶还是会有不一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体验，比如讲，某一天讲阿来，变阿讲枪拿胖诶，可以教书，比如讲唔枪阿来，明仔睇水风。
这个票房以来，哦，已经有高成绩，有更心情上的心情上的宁静度更高，好，哦，啊，又可以吃着完全吞，吃然达到一个平衡。过一点以外呢，你会讲，迷恋你体验过，你会讲有一种心灵境界的一种。从大自然合为一的感觉，哎，那个更高级啊，我 keep 的，所以人家发现说，哎，其实阿尼佛是对亚国好，但是而且他们也得会对亚的反击又更加的保存，更加的爱心，好，过下亚的反击。可是从咱的想法吧，你的那三期的居民，因为有认同阿尼的想法，当然一点会认同，因为一点因为亚因为讲因为。也该有一块咱的隔壁村，有一块可以活生生的一个案例啦吼。如果讲个晚景的高头，像一点晚景高头，如明年、明年、前两年，结果那年都一点无法都规划。哦，一批状况爱拿身份证，哦，好，甚至可以痛苦，或者一点，那等下有速度养养，如果一点。都不会停车，全部停到东岸的总部了。伊人也有江苏道也个，或者伊人也其实伊人有看到安尼困境，好，或者伊人也改了解，或者伊人也暂时讲，哎，你其实要留个东岸不会，安无得那个总部这样安尼，成发的一个一个伊个安尼干扰性太大。以前人讲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好彩有五角水安尼，安好土地，那我后生阿人呢，像刘占忠也劝人，一定努力把边去舒服一块土地。今日阿人个感想阿人，刘占忠了，当阿人现场同阿人分享安精彩的故事。哦，多谢主持人，哦，多谢观众朋友。等一下，我要听阿人现场，圆通圆通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我是永兴，今天要教大家哦，毛巾椅子操哦，哈，啊，能用毛巾结合啊那椅子。好，那记得喽，等下我来选择，好，有毛软的耶，还有我的后背一定要有椅背耶，啊，你赶快安全哦。准备好了吗？啊，能坐凳，先来做一点暖身。好，一样竖成横来，仰横来，好，边个个肩条，好，来做一个肩颈的前面弯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个肩颈，好，第二步伸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归来，好，一样再不用下去，你好，毛巾再不用按你肩，好，你的背部的部分哈，好，来做一个左右摇晃哦，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请好哦，来，腾个毛巾，好，再拿好一些，好，好，数来伸出来，好，做一个划船的动作，在前面划船哦，哈，来，啊，来做十下哦，一、二，慢慢的做，唔怕疼痛，慢慢的疼，三。七，六，七，八，九，十，好，很棒哦！好，刚刚来同我讲咯，腾空来，好，再一次腾空来。两只好脚七条，按岩通下，摸你开开，摸开那岩通下，好来腾空来，好一样啊，来做二十下，好来开始来，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加油哦九十再试哈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听好那今天我们要加强我们的核心肌群哦，因为核心肌群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哦。核心肌群也有很多核心肌群，如果我们的肚子、腋窝，还有我们的背囊叶片哦，也有很多核心肌群。叶片有力量哦，我们可以支撑我们的脊椎，那我们的腹背哦，让我们的身形、体态那么更好哦。好，我们加强叶片，好，肚子叶片哈，好，来。祝牙公好，变化类世界走脚好，牙松起好，右脚好，轻量靠近你的肚子哦。好，来，一、二、三，加油哦！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休息一下，我刚刚的肚子够软哈，好，可以消除我腹部的赘肉哦。好，还有四号哦，准备好了吗？再一次哦，好，数两个，好，脚二轻量，好，来夹紧你的肚子哦，好，来哦，一、二、三、四、五、六，加油哦，七。八、九、十，哦，做到的哦，很好啊。好，今天哦，体验动作又较困难一些些，吼，较进阶一些些。做得多，天天来做；做唔多，唔怕，可以休息一下，吼，看你身体的状况而定哦，吼，莫勉强，吼。好，来，你数慢慢的，牙膏，好，你一只脚先伸上来。是可能先开哈，两只脚伸开来，哦，做停留哦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休息一下，有冇？好，刚刚的肚子够软冇？有哈？好，再来哦，再一次哦，好，脚踢出去。今天哦，我来做一个像箭头安的交叉的动作。好，一样哦，来做二十个哦，来，一、二、三、四、五、六、七，收大腿哦，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哇，做到的呢，又开始流汗了嘛。哦，好，来休息一下，好，来吸气，啊，吐气，好，吸气，好，吐气，再一次吸气，好，吐气，好，我们来再一次哦，来两只手，好，压红来哦，好，一只脚先踢出去，两只脚踢出去。好，试看耐心哦，可以哦，来准备哦，来做一个箭头的交叉动作。好，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加油！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够厉害呢！哈，好，来做一个缓和吸气，可是流汗呢，哈。吐气，好，吸气，好，吐气，好，来，再来复习咯。前面头都老师欣赏了，教我们妈呀，好，还记得吗？好，压红来，好，压红来，你竖臀脚同时一起哦，哈，来，我们来做腰的动作，来复习一次，好，快试哦，来，做脚。右脚 and 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加油哦！十六，我做好了哦！十七、十八、十九。人生做到的呢，挺好哦。好，再来通走路黑了哦。好了，一样。好，来，右左脚出去，右脚出去，做一个剪刀脚哦。哈，来开始哦。一、二、三、四，稳停了。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哦，很轻，好来，吸气，好，吐气，再一次吸气，好，吐气，好，最明白吸气，好，吐气，好，最明白呢，来做一个好，不用的，你的毛巾不用的，你的脚七条，好，慢慢的。第五个肚子前面啊呢，好绑红来，好来做一个停留三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不用下来，弯右脚，好不用按 Q 位，好扣住你的膝盖，好第肚子好上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最后要来延展到阿奶奶脚哦，哈，来勾脚，做一个勾脚的动作，哈。好，延展我们的后腱肌群哦，来竖，好，拿入毛巾，你的毛巾啊，慢慢的，好，看看先可以动动的脚趾头嘛。一、二、三、四，加油哦，嗯，过年哈，六。七、八、九、十，好，再放来，好，数放来，弯个右脚伸出去，好，勾脚哦，哈，来，来毛巾来，同动诶，脚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鼓来，好，做一个缓和，吸气。吐气，吸气，好，吐气，好，最明白吸气，好，吐气，好，最明白呢，来做一个，好，不用按，你的毛巾不用按，你的脚七条，好，慢慢的，第五个肚子前面啊呢，好，绑红来，好，来做一个停留三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不用下来，弯右脚，好，不用按 Q 位，好，扣住你的膝盖，好，低肚子，好，上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很好。今天的动作有一些更难度的哈，唔怕哦，听到啊，你慢慢的听，好，迷你团老师啊，你做运动，你慢慢的进步哦，哈，啊，你好好运动，啊，你下次见面，那来了。
Thank you.